ちなさい。万引きです。走るの好きか？走るの好きか？Hello， 大家好，极客闲谈不要跑得慢，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节目。今天是立秋啊，还是全民健身日，以及在15年前的今天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然后秋天嘛，不光要运动，还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吃一些下火的、降火的一些食物，什么茄子啦、西瓜啦啊，大家保重一下身体，然后积极的参与一些运动啊。有没有孙老师呢？五二。好，那么今天给大家说的鞋子，大家通过我们的封面以及我们前面的片段开头应该也能看到了，中桥体育的强风 SE 的强风吹拂的 IP 联名版本。先来看一下鞋盒，非常的明了，一个灰二，一个阿总啊，看过动漫的朋友们大家都太熟悉了，就是刻在我这种2.5次元人的这种骨子里面的东西了。打开鞋盒会看到一个应该是阿总在跑最后比赛的时候啊，我感觉是的一个表情，就状态非常好啊，已经过了那种疲劳的点了，最后已经什么2分40多的配速在跑半马了。这个动漫呢，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在这双鞋子出了 IP 联名的时候，我就马上买了一双，因为就冲情怀就去了嘛。其实在买这双鞋之前，我有关注到强风 SE 的普通的版本，然后我之前买来，然后买到公司里面给同事们看了一下，大家就说好丑啊，哈哈哈哈。但是有了这个联名配色之后，就觉得好看很多。然后据内部消息啊，就是这双鞋子中桥和强风吹拂的那个制作组还是公司那边，他们应该谈了将近2年才把这个 IP 谈下来，然后再融入了这双鞋子的一些设计方面，我也觉得非常用心啊，非常不容易这件事情能够成下来。然后再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双鞋子上面和 IP 联名究竟体现在哪里，最直观的就是鞋身侧面一个大大的 wind。这个 wind 呢，不光是强风吹拂，对吧？也是强风 SE， 一语双关。然后这个标志呢，它是从鞋的侧面一直延伸到鞋中底的。这样的设计呢，我们可以在一些 Nike 的鞋子上看到，有利于整个鞋子看起来不那么臃肿，速度感会好一点。这双鞋呢是一只鸳鸯的配色，这两只鞋子的外形上面基本是差不多的，除了颜色以及这只上面它的内侧会有一个你喜欢跑步吗，是第一集万恶之源，也是我们开头的那一句经典的名言，没有这句话就没有整个剧。一只红色的上面是竹青庄，蓝色的是宽正大啊，分别是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的训练的宿舍和场地。内侧它里面会有一个参赛的号码布，两个鞋垫呢分别是红和蓝色不同的一个对比，然后上面也很贴心啊，印了强风吹拂以及这个香根驿传它的一个地图，我觉得还可以。整体的设计让我有一个层次感，就我看到这边有一些元素，看到那边有一些元素，然后可以想象到动漫里面会有哪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其实说到这个 IP 这一块，我个人对于动漫，我倒并不是对于最后那几集，就他们真的通过了努力去跑那个香根驿传的比赛，那边固然很热血，就非常的让人感动，特别是神童上山熬着病，然后最后把那段比赛跑完了，我觉得那个固然让人感动，但是我觉得最令人感到有感触的其实是他们第一场的测试赛，就阿走作为一个观众去看队友跑步的时候，然后看到队友们奋勇拼搏啊，看到队友们用着自己的全力，但是其实远远比不上阿走的成绩，他感觉到团队的力量，我觉得那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这双鞋子标的时候呢，写了用了超链接发泡加了一个尼龙板，对吧，最大的亮点。然后呢我记得它标的重量是单只42码是220克左右，但是我们测出来的那个重量是比220克超了好多，差不多重了20多克。当然它标的是 US 8，可能是41的，但我的42也不应该差那么多，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它鞋面的材料用了工程网布加 TPU 丝，整个鞋面的形态呢就是非常多的开的网眼孔，然后网眼孔呢是鞋头部分脚趾的地方是最多的，然后鞋身两侧稍微少一点，但是它开孔会稍微大一点。那么这些开孔实际有没有用呢？还行，今天天气也挺热的，我们刚才在跑然后在测试的时候有一点闷闷了，但是还行，我穿的是普通的薄的棉袜。也有网上有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馈说，这双鞋穿了10公里以后有那种大汗淋漓的状况，就水散不出去，
但我个人不是那种大汗淋漓体质了，所以我觉得还行。如果大家觉得很热也可以交流一下。再就是它整个鞋面的强度我觉得还行，因为有热压，然后又有公升网不加 GPU 丝嘛。不过呢，这个鞋头的部分的强度我刚才摸了一下，是会比鞋侧面这两块稍微弱一点的，这点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就是它的鞋的港宝不是那种特别硬特别强的，我感觉就是放了一个比较软的一个材料进去，然后不管是捏还是把它摁下去都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整个填充会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鞋帮可能是整个鞋中最容易让人觉得烦躁闷热的一个部分了啊。然后就它的鞋舌和鞋带，鞋舌呢没有过多的填充，和鞋面的这个风格是比较一致的，都是一些开孔，然后在你可以触摸到的拉扯调整的地方放了一点绒布材质。鞋带呢我还专门拿了这个飞鹏，应该之前的一个叫这个性能版吧，类似的一个鞋，已经好几年前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鞋带的外形上是比较相像的，都是这种看似是棉的，应该是稍微稳了一点别的材料进去的，但是呢像佐康尼家的这个鞋带会稍微弹一点，然后这个鞋带呢它的形变不会那么明显，我觉得稍微带点弹力会舒服一点，因为整个鞋面的强度已经是比较高的，就它整个鞋面的形变是比较少，然后鞋带稍微有点富余会让脚稍微舒服一点。那这个鞋面具体穿起来怎么样？在跑速度的时候，我认为对于比较有能力的需要进行速度训练的跑者啊，注意这里是需要进行速度训练的跑者，它这个鞋面呢是能够那种把你牢牢的锁在这个鞋舱里面，然后在跑速度的时候是不太会发生偏移的，我觉得这点是做得比较好的。不过呢要注意的是我的脚比较瘦啊，然后我穿起来这个鞋楦是刚好的，所以如果脚稍微偏胖或者前脚掌偏宽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需要慎重的考量一下，因为我的跑法是前掌落地，这边可能是外侧的压胶，要么就是压太里了，要么就压太低了，然后我的小脚趾跑下来会有一点被磨到的感觉。那其余方面在跑弯道和跑直道的时候，不管是冲到三分左右的配速，还是说比较慢5到6分就有一定跑步能力，我觉得鞋面都还 OK。 然后就是尺码，我日常选鞋，我的脚长25啊，选鞋都是盲冲42码，我觉得我的42码黄金标准脚，那这双鞋子选了42码，很不幸我感觉小了半码，就是前脚掌小指头这边会有一点点顶到，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穿这双鞋子的时候去选大半码。再讲到它的中底的东西，那中底呢在这个压胶这边就写了，它是 Q 空腹 Turbo， 我不知道他们家分类的产品是怎么样的，但至少它是超临界发泡嘛，那我觉得超临界发泡都差不多。然后它中间有个尼龙板，也是他们宣传的最大的两个亮点。整体的厚度还是比较在线的，就是体现在我穿上去不管是静态还是跑的时候，我都感觉它的重心是有点偏高的。然后呢整个中底配上它的尼龙板，在跑慢跑的时候稳定性表现的还可以，不会特别晃啊，不过可以看到画面，我的脚其实是有点翻转的，但也受限于我前几天去跑了个山，所以今天可能有点累，还没完全恢复。但是呢，也不影响这一双鞋子它的稳定性，确实是没有像做了额外支撑补强的那种鞋子来的那么好。然后在跑快的时候，其实我们跑的比较快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去就很精准的控制每一步落地时候从外侧到内侧，然后足弓的缓冲一直到你的小腿大腿臀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发力链去进行缓冲的。所以呢，跑得快的时候，这双鞋子你就还没有觉得它有多么的不稳，但是因为它的鞋头的前掌的滚动我觉得不是特别充分啊，所以跑速度的时候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顺畅的感觉，是材料的加上弹力板的这个回弹的感受大于整个滚动的感觉，所以是需要更多你人为介入的落地然后过渡之后蹬踏出去这样的一个动力的一个传递的感觉啊。包括它的板就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全掌的带了一点点加强筋的尼龙板嘛，所以我就把这个中底材料给用硬度计稍微怼了一下，差不多硬度在40到50之间，45上下的这样的一个硬度，如果按超临界来说的话不算特别软也不算特别硬。我们认为如果你要买一双就比较合适的支撑系的跑步鞋，它的硬度应该在50以上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再来讲它的外底，它的外底呢刚才讲到是用了 CPU 的大底，那 CPU 大底呢意味着防滑的性能非常好，那抓地也非常好，实际表现也是如此，但可能耐磨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部分。我用那个硬度计也怼了一下外底，差不多外底是在60到65之间这样的一个区间去浮动，相比于像其他的鞋子可以怼到70，所以这个硬度不算特别高。然后现在鞋外底呢在抓地耐磨轻量化三个中间啊，这种橡胶是很难做到三要素的一个平衡的，它只能基本上倾向于两块。然后这个纹路的形状呢有一点像一个鞋子，也有点
像一个镣铐，就铐住我的心。我觉得这双鞋子最终定位下来，我觉得是适合那种有速度训练要求，然后你有马拉松目标的，去跑一些操场也好，跑一些路也好，你去跑一些间歇跑、重复跑，偏速度的训练，我觉得这双鞋都能胜任。这双鞋子啊，会有一个误区，就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过《强风吹拂》这个动漫，然后他不怎么跑步。在当时前几年《强风吹拂》刚出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追了这部番，然后看完以后，我俩都哇打了鸡血一样，每天去跑步。但是他的运动的基础不好，身体基础也不是特别好，每周跑3次左右吧，5公里，确实很有毅力，因为自己的一些对于热血的执着和追求吧，也成功的稍微瘦了一点点，但是以后就再也没有跑过步了，再也没有了，这是他这辈子跑的最多的步。然后他看到这双鞋之后，马上就发微信跟我说，哇，我出这个联名配色了，我要去买一双冲一下。但是他们不会注意到，这是一双马拉松训练鞋，它是偏向速度的，它并没有任何的支撑，而这种东西正是初跑者或者小白更需要的。我觉得最好就是在宣传或者什么里面再标明一点，不要让这种小白去买这种鞋，就怎么说呢，买来收藏可以，买来走走路我也不是太建议，因为走路也不太需要这种超能力发泡加板材，对吧？最终再回到这双鞋子的配色，一蓝加一红，鸳鸯嘛。我个人认为蓝色是代表着理智沉稳，然后红色代表着热情和激情。那这两双鞋子，一只蓝色上面也标了你喜欢跑步嘛，我觉得这就是灰二，这只红色的就是阿走。阿走很有天赋，可以说天生就是吃跑步饭的，然后他的配速，他的一些能力是很多人就一辈子也达不到的东西，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性格缺陷，然后最终在团队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个沉稳的红色。那灰二呢，他是蓝色，因为他受过伤，他也是一个天才的跑步的运动员，可能没有像阿走那么有天赋，但是呢他的跑步能力也是很强的，然后后来很想再通过努力去跑一个香根驿传。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强大这个跑者的定义是什么，也可以讨论一下。我认为一个跑马拉松的，不管是业余的运动员还是说专业的运动员，强大的定义最重要的应该是自律，以及整个身体的对于强度的控制和疲劳后的恢复，就你如何在运动训练当中，你上了强度以后你马上恢复，然后你用更高效的运动训练的一个方式去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精神，把自己的毅力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因为马拉松这个运动吧，长跑这个运动到后面比拼的不光是你的肉体，还是你的精神，你如果精神一下子散掉了，你整个人就没有力气了。好吧，强风吹拂，你喜欢跑步吗？我们下次有机会一起跑步。好吧，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你要不要办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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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自己吃。辛苦狗哥了。辛苦狗哥了，狗哥吃一点。狗哥，狗都不理。